一身潇洒的风衣造型，率性利落的轴线风格，气度卓然，极具穿透力的坚定目光，自由笃定，在留白纯粹的照片中诠释着豁然的人生态度。而换上纯白毛衣的他温柔甜笑，氤氲着丝丝入扣的爱恋气息。 CC 首度大方披露恋爱细节，李冰冰一起种种难忘，眉目间流露出难言喜悦。不是恋爱观改变了他，而他改变了被爱的样子。身在热恋的他一如初的睿智，我已经足够强大，强大到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去失败。前不久李冰冰在微博晒出一组出游照，照片中李冰冰游山玩水，又坐直升机又坐船，悠闲享受风景，并与直升飞机合影。李冰冰穿卫衣，少女感爆棚。李冰冰日式一日游，天上飞着看，水里游着看，把这里的美景360度全方位欣赏了一遍，欢快的像个20岁般的小姑娘。自从恋爱后，44岁的李冰冰仿若逆生长般，越来越年轻漂亮。这么突然的宣布把很多粉丝都给说懵了。随后很多人翻出两人在拍戏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。10月10号就有人在爆料，原来两人拍戏的时候还有一些暗糖啊。当时关晓彤在后台化妆，鹿晗小眼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女友，这糖实在太甜了。有网友爆料了这对明星情侣在拍戏后台的瞬间。首先戴着帽子身穿白色背心的鹿晗在照片的右边，至于关晓彤就在照片的左下角，他拿着小风扇在那里吹，而从他的头部角度推测，他应该是望着鹿晗，至于鹿晗就望着关晓彤，两人在这眉目传情啊。接着关晓彤移开了视线，可是鹿晗就直接转过头看着女友，这张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画面，鹿晗直勾勾地望着关晓彤。化妆师帮关晓彤化妆，鹿晗就很开心望着化妆过程，中途还指着自己眼袋，似乎在指导化妆。鹿晗整个过程眼睛